在很多影视作品中，我们都能听到一句口头禅，那就是“急急如律令”。很多人认为它属于只有道家才会用的咒语，因为我们看到的主要是道士修行时用的。但其实，你知道“急急如律令”的真正含义吗？据史学家考证，“如律令”这三个词最早发表于现在中国的汉代，是汉代常用词组的正式文献。它的意思和字面意思差不多。 依照法令办事，类似于我们现在中的照章办事。而“吉吉表示事情紧急，必须抓紧时间。在东汉时期出土的官锦中，我们可以找到“急急如律令”五字的踪迹。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五个字，为什么我们后来把它当成一个句子咒语呢？说到中国中的道教，它是我们的本土宗教，就像佛教和儒家一样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提到道家，我们可能会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，但道教真正确立为宗教是从汉代时期开始的。道教公认的创始人之一是天师说张道陵，这个人就是汉代。张道陵教弟子行礼时用了“急急如律令”五字，弟子也沿用了这五字。汉代之后，“急急如律令”这五个字很少出现在官方文件中，但在道家时却越来越流行。 几乎成为每句咒语前必须说的一句台词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句话当成了口头禅。当然，在一些民间解释中，还有另一种夸张的说法，即律令不是执法令，而是鬼名，形如风，身如马，就是做事宽容。所以，为了法术生效，道教做事时只会用到这五个字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。